老公，裤子烫好了。哇，谢谢老婆，老婆你好棒哦，谢谢你。台风季节来临，湿湿闷闷的天气，衣物最容易发霉。LG 近期推出 Styler 智慧电子衣橱，强调可以在家一次轻松完成杀菌、除臭、除皱及烘干等工作，让职业妇女好像多了一个衣物管家。电子衣橱售价为59,900元，外观设计像是长形的单门冰箱，触控式面板和镜面玻璃门。从内部空间看来，一次可以挂5件衣服、1条裤子。苹果副刊针对裤线管理与衣物平整做实测，看看到底好不好用。设定清新除臭的轻微模式约20分钟，移动式衣架利用蒸汽轻柔的摇动衣物来抚平皱褶，取出结果发现衬衫较放入之前平整。同样设定清新除臭的轻微模式，使用门边裤子折痕保养器，20分钟后取出西装裤时，发现中间的折痕线更笔挺。糟了，刚去完酒店，身上都是酒味跟香水味，我老婆一定会打死我。电子衣橱有英国过敏协会 BAF 与 Intertex 杀菌认证，杀菌率高达 99.9%， 能有效减少衣物上的细菌及尘螨，并去除异味。没有烟味、酒味、香水味。老公，你是不是酒店找妹妹，还骗我加班？动新闻，粉味除得掉，但口红印洗不掉哦。报道。